时代的眼泪 ，Go Go Go！ 哇，这个有点刺激啊！第一关就降到32combo，我那么久没用了，是天降都累积起来了是不是？欸，我觉得还是洗一下好了，可以洗的话还是洗一下。啊，他应该挂了。哇，我们这个技能洗的真的是棒，洗的真的是棒。24。不，这不是正常吧？这是因为我放了六只安息亚，它那个天降几率有比较高啊，不然正常的话不会这么高的。降起来，降起来！这只血多少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这只血579万，579万够吗？够吗？好像不够。羊，这边一定要把它带走了，这边一定要把它带走。多一点。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OK， 过了。啊，这个地方有点危险，有一点危险。忘记开希腊，先最好的状况，先把左边打死，可是全体不行。哎 ，OK OK， 完美，真的完美。最好是血量回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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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满了，完美。这次真的完美，然后我们这边就要开始做强化珠哈，水火，我这边要做强化珠哦，然后印记不能断，然后木珠，五颗，有。被消掉了。哎，我的木强化被消掉了，各位。Fuck！
五颗木，哎、欸，我的水墙，干一直被消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因为卡新珠，为什么要开龙科？因为卡新珠。应该要开这个的啦，水火木，干这个暗珠量少到靠北，哎，有机会了，各位观众，一次通关。哈哈，六万七通关，怎么会死？我延迟两回合的龙科啊！点点点点点，呵呵呵。